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昨天讲到化教中被幻界的比丘啊制裁的方式，那么关于化教中对比丘对幻界比丘的制裁，那么在本例中啊，只要引了三部经典，那就是《大集经》《持轮经》还有《涅盘经》。那么这个三部经典呢，在说法上略有不同，这个分歧点主要是在于，就是在家居士能不能自产幻界的比丘。那么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大集经，那么如果根据大集经的说法，就是在家居士，尤其是那些国王大臣啊，有大势力的这些人啊，对于那些僧团没有办法制裁的幻界的比丘，他们是有护法和制裁的责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要接着要介绍的是持轮经。持轮经，那么如果根据持轮经的说法，就是幻界比丘只有僧团才可以制裁他，而在家居士是不可以制裁的。当然这些说法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，甚至是矛盾，但是我们将讲到后边的时候，道宣律师啊对这个问题有汇通的说法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讲义。持轮经云：若有顿根众生为欲发起善根因缘，懈怠少智，忘持正念，贪着住处，衣服饮食，事事供养，远离一切诸善知识。在这个持轮经里边指出这么样的一种类型的众生，那么这个类型的众生呢，当然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出家众，是出家众。在出家众里边，它是属于顿根众生，根基是比较顿的。那么这种人唯一发起善根因缘，
他们为了想要这个发起善根因缘，所谓发起善根因缘呢，也就是学佛修行，甚至已经出家了，可是因为他顿根的关系，结果就会怎么样呢？懈怠少智，懈怠就是不精进，因为他是顿根的，所以呢缺少智慧的。因为懈怠少智的关系，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安住在正念中，所以就会时常忘持正念，甚至忘记了自己出家的初衷，忘记了自己追求解脱的初衷，忘记了作为一个出家人的本分是什么，结果出家时间长了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过起日子来了，把追求衣服饮食，把追求生活作为成为人生的一切，所以这种人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贪着住处，贪着住处就是居住环境，同时呢贪着衣服饮食世事的供养。这个世事就是出家人，就是也是我们平常人在生活中必须要离不开的四件事情。这个四件事情就是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贪药。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出家人来说，这些只是为了滋养我们的色身，维系我们的生存。那生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啊？生存的意义是在于修道，是为了解脱，这才是真正的生存的意义所在。但是也有一些出家人，出家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就忘记了这样的一种目标，所以反而陷入到一种对衣服饮食卧具的贪着中，所以就成了出一家入一家，出家了，放弃了世俗的家，然后执着这个僧团寺庙的这个家，远离一切诸善知识。那么这种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这种，他们忘记了解脱，他们没有这种强烈的追求解脱的心，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去亲近善知识，甚至远离善知识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人呢，那么僧团也要对他们相应的引导，甚至呢要对他们相应的制裁，
如何引导呢？所以如此众生，教令寸法，料理生死，即以佛法身，和尚舍离，是为安置淫事不处。那么这种人，就是僧团呢，可以让他们先培植福田，等他们有足够的善根福德因缘呢，然后再进一步的这个修习止观。所以如此众生教令寸法，料理生死，先做一些为大家大众服务的工作，比如行堂啊，扫地啊，给大家做饭啊，即以和尚阿舍离，就是料理做一些侍奉和尚阿舍离的事，或者做一些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些事情，是为安置淫事福处。这是帮助他们先培植福德，有了这个福德因缘呢，那么将来才能够更好的修行。那么这个讲的是，就是顿根众生。那么接下来，若声闻弟子心不恭敬，不坚持戒，违法久住，而调伏之。如果说声闻弟子，还是指这些出家众，心不恭敬，不坚持戒。心不恭敬就是不恭敬三宝，不尊敬长辈，不坚持戒就是不能够认真的持戒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会经常犯戒，违法久住而调伏之。为了能够令正法久住，那么对这样的人应该要调伏之，僧团应该要这个给予相应的处罚，就是调伏。若起心念，教令心回。如果他所犯的错误很轻，那么只要通过这个心念的忏悔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总会打一些妄想啊，或者犯一些小小的威仪的过失啊，那么这样的一些过失，如果在我们的戒律里边是属于突击罗百众邪突击罗的，这样的犯戒的范围，如果犯这样的一些戒呢，那么只要通过自责，自己啊谴责一下，那么就可以达到忏悔的效果。又是以言而责罚者，欺令下意，终不疑。那么如果有一些犯罪的行为需要通过以言来责罚，这个以言来责罚也有两种情况。一种就是通过开示批评，通过批评
达到教育的效果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不跟他说话，就是不跟他说话。所以七令下狱，终不已矣，为的使他，能够就是这个去除他的这种我慢，对大家能够升起恭敬的心。那么僧团有的时候也会采用，就是不宜，就是不跟他说话了，这样的一种制裁方式。那么这种制裁方式呢，我们将在下面会说到，就是关于比如默病啊，默病就是不跟他说话。一生中则令礼拜，喝则和闲则，或者呢让他到僧团中就是礼拜大众，然后呢指出他的过失，给予批评教育，或者呢就是不同声律，就是更重一点的，就是不同声律，不同声律。如果不同声律啊，那就是要剥夺他的这个在僧团的享受的权利啊，这个也是指的他的犯的过失啊比较重。我们在下面会说到，每一个出家人，一个比丘啊，他拥有35种权利。那如果你犯了一定的这个罪行之后啊，那么将要剥夺这35种权利，所以不同声律就是剥夺他的在僧团中的权利，或在僧前四体布地自归无罪，或者让他在僧众的面前啊，就是四体布地无地，然后呢这个自归无罪，就是承认自己啊所犯的过失，或时驱出不得共住，或者呢把他驱除僧团，驱除出这个戒律，这个是比较重的啦，这个是犯的最重的啦。比如说犯了像这个五篇七偈里面的少篇不若仪，那就比较七处。还有我们这里所说的，就是这个七种结魔里边也有一种叫病处，就是七处这个僧团。那么在戒律里边，就是这个对这些犯戒的比丘啊，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制裁的方式。当然在这个经里边啊，只是笼统的做一些说明，至于具体怎么样如何制裁，什么罪该怎么制裁啊，我们像这些内容其实要在自教里边，就是要在戒律里边啊，才会有比较具体的说法。我们现在所引的这个是经，经只是给我们一些比较笼统的提示。我知众生心所气象，唯利已故，广说诸经地狱等苦，为一条苦破戒众生。就是佛陀说啊，我知道众生呢这种气象，心的气象，为利彼故，为了能够利益他们啊，管说诸经地狱等苦，
所以在经典里边就是指出了这个地狱的种种痛苦，指出了就是犯戒不善的行为会招感地狱的苦，就是佛陀啊在经里边指出了这种因果的原理。那么指出这个原理的是为了调伏破戒众生，为了使那些破戒众生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种不善的行为，这种破戒的行为将要带来的结果。那么这里所说的制裁的方式啊，主要还是指的是僧团的制裁，这些制裁的方式都是指僧团的制裁。那么接着呢，还是引这个十轮经啊进一步的说明，就是俗人不可以制裁，就是破戒比丘俗人不可以制裁。那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讲。若诸比丘护持戒者，天人供养不应责罚，除其多闻及持戒者。就是这里是先讲这个持戒的比丘，持戒的比丘啊应该受到人天的供养。那人天供养大家当然要这个恭敬他，供养他，赞叹他，自然是不该责罚他，不该处罚他，因为他持戒。若有破戒而出家者，能视天龙八部珍宝无常，应作十种圣养。那接下来讲呢，就是如何对待这个破戒比丘啊。前面讲的是持戒比丘，持戒比丘是自然是不可以，不可以惩罚的，不可以被责罚的。那么破戒比丘呢，出家了而破戒的比丘呢，那佛陀说，如果这个破戒比丘啊能视天龙八部珍宝无常，能够指示天龙八部，包括能够指示世间上的一些人啊，指示什么呢？珍宝无常，珍宝无常，就是能够给世间上的人，乃至能够给天龙八部啊，开示三宝的功德，开显三宝的功德。就是这种人虽然是破戒的，但是他给佛教所带来的形象呢还是正面的，同时呢他还能够帮助大众，就是这个认识三宝的功德，开显三宝的功德。如果是对于这样的破戒比丘啊，应该要做十种圣养，是不是？就是当然这个主要是对这个在家居士，面对这样的破戒比丘啊，他说要做十种圣养，十种殊胜的想。这个哪十种殊胜想呢？当然我们在这个行事抄啊这里边啊讲的比较简单，那么我们参照这个十轮经的原文啊，这个十种圣想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第一种就是对破戒比丘做真佛想，你要把它当作像真的佛一样这样想。第二呢，观破戒比丘做持戒想，你要当作持戒想。三者，坚贪比丘做布施想，
所以今天的比丘，你要把它当作是布施的观想。第四，多称比丘做忍辱想，你看到多称的比丘，你要把它当作忍辱，它不是有忍辱的德行的观想。五者常起比丘做自知想，常起的比丘当作自知想。六者懈怠比丘做精进想，懈怠比丘当作精进的观想。七寂落比丘做兰若想，寂落里边就是城里的比丘啊，做这个兰若就是寂静处的观想。八者散乱比丘做禅定想，对散乱比丘做禅定的观想。九者愚痴比丘做智慧想，愚痴比丘当作智慧的观想。十者生死比丘做涅槃想，如果这个在密宗里边，它就是一种静观，就是一种典型的静观，就是。那么把这个破戒比丘做这个持戒想，或者做真苦想，其实它也还是有个前提，因为这种比丘啊，它能够能视天龙八部珍宝无常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从我们个人修行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你真正能够做这十种观想，那你的内心一定是清净的。很多人看到佛教界很多不良现象，搞得很郁闷很烦恼，那如果能做这样的十种观想，那我们的内心啊，也能够保持一种清净的状态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书上，定做十种圣想，佛想实心，若有破戒作恶威仪，当供暖椅乃至礼足。就是做十种想，十种想这里指主要是引了几种，就是一个是关于佛想，就是对破戒比丘做真佛想，实心就是对坚贪比丘做不实想，若有破戒作恶威仪，当供暖椅。如果我们看到那些破戒或者破威仪的这样的比丘啊，要跟他用这个温和的语言，暖语就是用温和慈悲温和的语言去化导他，乃至礼足。后生豪贵得入涅槃。那么如果你这样做的结果啊，你未来会有很大的福报，甚至因为这一份善根，最后还能够使你啊倒下涅槃。就是对对这个破戒比丘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做这样的想，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是以依我出家持戒破戒，不听轮王宰相责罚，况于轻罪。所以佛陀说，这个依我出家的这些持戒或者破戒比丘，不允许就是国王大臣责罚。那么何况犯这个轻罪呢？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可以责罚，其实不可以责罚，事实上它也还是有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破戒比丘啊，还能够帮助人升起善法，有这样的一个前提。它的存在，它虽然破戒，但是它的存在，它还是会给佛教带来正面的影响，还是它本身还是具有善法，
这个前提我们要记住。如果是这个破戒比丘在他的身上丝毫善法都没有，他给佛教带来的纯是负面形象，甚至呢，他本身就不是为了解脱而出家，这种情况啊，恐怕就另当别论。我们在后边会讲到这些问题。破戒比丘虽是死人，世界一粒，犹如牛房麝香、眼药烧香等地。那么下面就举了一大堆比喻来说明，就是破戒比丘虽然是他破戒了，但是他身上还存有这种戒所产生的这种善法。所以说破戒比丘虽是死人，这个破戒是死人，那就是破了根本戒了，不是破一点巧戒了，是戒一粒，就是戒所产生的这种善法在他的身上还是存在的。那么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牛黄麝香、眼药烧香，这个几个比喻啊，都是说明，比如牛黄是牛屎的，从牛的身上起出来的；麝香也是麝，它死掉了，从它的身上起出来的。那眼药据说是在印度是也是指那个死人的这个眼睛做成了一种药，烧香，那么烧香呢，就是这个香啊，香体烧，虽然毁灭了，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呀、还能够，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香味。那么这个比喻它都说明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这些破戒比丘啊，他的身上是具有善法的。而他表现这种善法表现出来的，他是会给社会，是会给教界带来正面的影响的。没有善法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破戒比丘为不信所烧，自堕恶道。破戒比丘啊，他被他的某一些烦恼所烧。为什么破戒？破戒就是他胜出，就是被烦恼给战胜了，被内心的烦恼给战胜了。这个不信所烧啊，也有叫做为性持所烧，因为他破戒，但是他又接受了性持，又接受了供养，而这种供养啊，对他也是一种燃烧，也会把他导向毁灭，所以为不性所烧，自堕恶道。不论是这个造成破戒的这个烦恼也好，还是因为破戒接受了供养，以破戒的身份去接受供养也好，那么这个两种情况都会使破戒比丘堕落到恶道里边。当然这个是从他自身来说的，当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破戒比丘他身上还具有这种三宝的功德，还具有善法，所以同时呢，他又能令众生增长善根，以是因缘，一切杂依皆应少故，不停得嘛。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啊，所以一切杂依就是在家居士啊，还要护持他，不可以惩罚，不可以处罚他。四方身众不杀自知，三世生物饮食夫妓皆不易分。那么这个讲的是僧团的情况。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破戒比丘来说，破戒比丘有两种情况，就是破了根本大戒之后，一种呢就是有惭愧心，
有惭愧心呢，那么他还可以当学会比丘，他还可以继续在僧团，也可以享受僧务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没有惭愧心。那如果没有惭愧心啊，那么他就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再享受僧务，就是僧团会把他就是摒除。所以四方僧众，菩萨自知三世生物饮食不济，皆不应分。就是破戒比丘呢，那么僧团呢，菩萨自知他都没有资格参加，僧团呢所有的利养啊，他也没有资格，这个他也没有资格得到供养。那么这个当然在这里主要指的就是破的是根本大罪。那么下边还是饮食轮，优婆离白佛若非法器迎合七选，佛言我不听俗人集合比丘得作。那么这个优婆离啊，优婆离是佛弟子里边持力第一的比丘。优婆离问佛，请示佛陀，若非法器，如果这个人啊犯戒的，那么僧团那么应该怎样来处罚他？七权就是怎么样来处罚他？佛言我不听俗人集合比丘在做。佛陀说：“我不允许俗人对他批评或者制裁，但是比丘得作，比丘就是僧团，僧团可以制裁他。若复有十种非法，即得大罪。那么下面讲到就是怎么制裁。”就是对这个犯戒比丘的制裁呀，这个制裁的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检举，就要对他进行检举、批评。首先要对他进行检举，那么这个检举呢，必须要如法。通常这个检举必须是要在僧团中。我们僧团开会，今天比如大家僧团，要开一个会，然后大家都到一起的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要检举某一个比丘，那么首先你就要提出来，我今天我要检举某一个人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，你才可以检举的。所以检举也不是随便检举的，它需要在一定的如法的场所。那么这里讲有十种非法即得大罪，有十种呢，这个检举啊和这个批评的情况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，是有罪过的，是不如法的。那么哪十种呢？那么下面就是若身不合，以国王前、王眷属前、大王前喝，达于妇女小儿中，身近人前、比丘尼前、本焉贤人前等，假使得己少罪，亦不应少。就是这个检举必须要在僧团中。那么如果说不是在僧团中啊，比如说如果在国王前，或者是在王眷属前，王眷属就是 国王的这些家属前，或者呢是在大臣前，或者呢是在就是白衣就是在家居士前面，或者是在妇女的前面的面前，或者是在小孩子的面前，或者是在
生的近人前，生近人就是在寺院里边服务的这些近人的面前，或者是在比丘尼的面前，或者是在本因贤人前，就是这个人啊，跟你是有跟你有过失的，你要在他的面前啊，这个举就是检举啊。那么在这几种情况下，你去检举一个人啊，都是不合法的，都是不合法的。如是等，假使得举少罪，亦不应杀。在这些人的面前，如果不是在一个如法的场所来检举你啊，你可以不接受。就是像这个十种情况，就都不是如法的场所。所以如果别人在不是如法的场所检举你，你可以不必接受。所以检举必须要在如法的场所，那就是要在僧团中。下记处举发如立法中，下面呢，具体应该怎么检举？那么具体的做法在戒律里边啊有严格的规定。我们在下面讲到自教的这一部分里边，我们就会说到这个内容。那么前面应该是十轮经。十轮经那么接下来呢要引涅槃经的说法。涅槃中种种事项云：一、非法者比丘揭摩为意世诸行恶行有果报故，当知如来即是十二众生无恐畏者，以现在自法悉将来大步故。在这个涅槃经里边啊，就是种种事项，就是对这个幻界的现象做了相关的说明之后，然后进一步说：一、非法者比丘揭摩，对这些犯戒的人啊，给予他丘揭摩的制裁。这个丘揭摩就是我们后边在自法里边要所说到的七种，这个七种就是喝则病出，这个医治则不治白衣家，就是不见己、不忏、不忏己；二见不舍己，这个是戒律里边所制定的七种处罚的方法。那么佛陀对于这些犯法的人给予七阶魔的这种制裁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为意四诸恶行有果报故。是为了要说明我们所做的这些恶行犯戒破戒的行为啊，都是有果报的，不是没有果报的。当知如来即是十二众生无恐畏者，以现在自法习将来大步故。如来就是时已呀，时就是时已不时，这些恶众生，所谓这恶众生就是指这些犯戒犯罪的众生，无恐畏者，就是帮助你真正活得没有恐惧的生命。什么叫没有恐惧的生命啊？就是将来你现在做的罪，你马上把它忏除清净了，你将来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恐惧啊。如果你现在做了罪不忏悔的话，那么你将来就会有三恶道的恐惧。
尤其你要是有一定的因果观念，然后又觉得自己犯了戒啊，犯了罪啊，那你就会有恐惧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熄灭这样的一种恐惧呢？就是以现在自法习将来大度故，就是通过现在生团的处罚，通过现在生团的处罚就可以避免未来的堕落，未来的恐惧，未来的堕落。所以在戒律里边叫做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。忏悔了之后，我们的心里边没有这些心结，心里边没有疙瘩的，我们的心清净了，心清净了就安乐了。所以一个人的心清净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人为什么活得很辛苦，活得很累，就是因为你内心里边的幻想啊、烦恼啊、执着啊太多。若善比丘自不喝则，当知世人佛法中焉。如果善的比丘，如法比丘，对那些犯戒的比丘啊，不管不问呢，不加以教育，不加以批评啊，当知世人佛法中焉，这种人是佛法的冤家。因为你不对僧团负责，你也不对佛法负责。若能七遣几处自法，是我弟子真身闻也。如果能够对这样呢换戒的比丘、换法的比丘进行处罚，如法的处罚，当然处罚关键就是要如法的处罚。如果不是如法的处罚，会引起僧团的纠纷，那这个对僧团也是不利的。所以要处罚，但是最关键还要如法的处罚。那么能够对犯戒比丘给予如法处罚的这样的比丘，这样的僧团，是我弟子真身为佛陀说，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弟子。那么前面讲的是关于化教的问题，化教如何说明制裁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自教，在自教里边如何处罚犯戒的比丘。二，就自教以明，生令忏悔，改执辩止。善景之徒，见隐依道，下流之类，寂逆生命，不肯从顺，无惭无愧，破戒，破戒犯持，细作不止，自非自法，何由得喜？如是持离，必加处罚，则有七种条幅及二马字末病不移等。那么接下来从自教来说明如何处罚。那么首先这一段是要说明就是处罚的必要性。生命忏悔改执辩止，就是有一些人，当然这个指的是根基比较好的人，就是如果一旦犯戒，
哪怕犯的是很小的戒，僧团让他忏悔，那么他马上就能忏悔，并且呢不再犯。这个孔老夫子也有这个的大弟子颜回啊，好像有不二过，就是所有的过失啊，犯了一次就不会再犯。那么我们佛陀的声闻弟子里边有很多，他甚至是不会犯戒。那么有的犯戒，犯一点小小的戒，但是就能够很快就会忏悔，然后就会这个停止不再犯。那么这样的一些人呢，他是属于善品之徒，就是善等根器的人。见隐一道，见隐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在这个《杂阿含经》里边啊，有一个关于两马见边隐的比喻，就是善等的马，它只要看到边的隐啊，它就会飞快的就会跑起来的。那根据稍微差一点呢，可能就要触到这个边，要触到毛，这个马才会跑。如果根据再差一点的呢，比如像中人，他可能这个边啊，要触及到他这个马的肉的，要打到他的肉了，肉会痛的，这个马才会跑。那么还有根基更差的下等的，那就是要拼命的打，这个马才会跑。那么我们人的根基，众生的根基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善等的根基的人，你只要提醒他一下，或者看到别人的经验，他就可以从中长智慧的，看到别人犯罪，他就不会犯了。看到别人犯罪的，产生了不良效后果，他就不会犯。那么这就是两马见边隐。那么如果是下流之类，既溺生命，不肯从顺啊。如果是属于下等根基的人，比如说僧团甚至给他提出，就是犯戒，有人给他检举，那检举了之后呢，他甚至啊不肯承认，那不肯承认是不是就没有教育的方法了呢？不肯承认也有不肯承认的制裁的方式，不肯承认的制裁方式会更严重，就是我们下面讲到的不见己、不忏己，甚至灭病、莫病。所以那么属于这种下等根基的人啊，他比较没有惭愧心，没有惭愧心呢，当别人指出他的过失，他甚至也不肯承认，甚至屡犯不改的。所以佛陀呢，就有必要要制定一系列的处罚方式。所以破戒犯时，细作不止，破戒，然后不停的破戒，智慧自法何由得喜啊？那么，除非就要用严厉的处罚，否则怎么能帮助他停止这种不善的相续呢？因为他的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所以必须要严加处罚。就像那吸毒的人，为什么要一定要把他抓到戒毒所里去？你看那些犯罪的人，要把他关到监狱里边去，他想犯罪也没有条件。想吸毒也没有找不到毒品，那么这样的一种
这个处罚，主要也还是为了教育，尤其在僧团里边，所有的这些处罚都是一种教育的方式。处罚不是为了处罚，它是一种教育的方式。如是慈离，必加苦楚。就像那种非常迟钝的离一样，一定要用很痛苦的处罚，你要往他身上捶打，他才能跑步。你要不捶打的话，没有用的。那么关于这个处罚的方式，下面说，就是则有七种条幅，即恶马至末病不已等。关于处罚的方式，有七种条幅，就是七阶魔。那么除了七阶魔，还有就是恶马至末病不已，那么一共加起来还有一种灭病，大概加起来有十种。那么我们在关于自教的处罚方式这一部分里边啊，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十种处罚方式，从它的犯罪幻象到制裁方式，到最后啊，如果他服罪了之后应该如何解除这种制裁啊，主要是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说明。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。